国内又出现打错疫苗的状况，这一回出包的是北市大安区的这一间诊所，有23个人原本要打 AZ 的第二剂，但是全部混打成莫德纳。北市卫生局证实，11月12号原本有23位民众预约接种 AZ 第二剂，但诊所人员将疫苗取出时未落实3度对，结果竟然误拿成莫德纳疫苗帮民众施打。等收诊清点时才发现 AZ 疫苗都没有减少，打错了。这家诊所我们暂停它的一个接种的服务，直到它改善为止。不过其他诊所医师透露，莫德纳也出现缓打潮。15，这个很匪夷所思。16，又不满啊，又不满啊，8个。翻一翻预约名册，一诊最多打40人，预约都不到一半，还出现个位数，原因曝光。那你回推到2个月前的现在，其实那时候其实是打莫德纳第一剂的人数并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就会导致于现在目前正在等需求的人就相对少非常的多。现在疫苗假如有足够状况之下，假如也有残疾出现，应该是要缩短时程。指挥中心虽已放宽，莫德纳间隔4周就能打第二剂，但医师说早该放宽，否则每天有7000-8000人疫苗没人打，遭浪费。而莫德纳又有100万剂到货，量够大，指挥中心规划第15轮开放混打，已接种 AZ 第一剂还没打第二剂的人约244.4万人，扣除第14轮已预约的人，至少有100万民众能混打 mRNA 疫苗。就盼一方面消化剩余疫苗，一方面把2剂覆盖率再拉高。三新闻林孝林信台报导。